欢迎来到瑞心冥想。首先，让我们先做一次深长的呼吸。接下来，我会带大家进行一次三分钟的迷你身体扫描练习。身体扫描练习是连接身心的一种冥想练习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获知身体的状态，帮助我们培养与身体的亲密感。你可以找到一个安静而舒适的地方，躺着或者坐着，让你的姿势舒适而自然。如果你感觉舒适的话，请轻轻地闭上你的眼睛。现在，请感觉一下你的身体，作为一个整体，正呼吸着。接下来，请把你的注意力带到你的头顶上方，感觉有一道温暖的光束，沿着你的头顶扫描到你的额头、额头以下的眉毛、眼睛、双侧的脸颊、鼻子、嘴和下巴。如果你在任何部位感到紧张或者不舒服，请把你的呼吸带到那个部位，让它放松下来，舒展开来。接着，温和地把注意力向下移动到喉咙、颈部和肩膀，并放松这些部位。然后，再把注意力由上而下，轻柔地带到手臂、胸部和腹部，温柔地扫描你的背部。如果你在某些部位有紧绷感，可以在吸气的时候温和地把觉知带到那些部位，在呼吸中舒缓下来。接下来，让注意力轻柔地扫过髋部、大腿、小腿，一直到脚踝、脚底和脚趾。最后，让我们从头到脚迅速地扫描全身，让自己沐浴在呼吸中，感受身心的连接，感受自己的完好。请感谢一下自己抽出时间来做三分钟的身体扫描练习，让自己得到片刻的放松。当你准备好的时候，可以慢慢地睁开眼睛。愿你瑞心生活，幸福当下。